下一个练习是卡巴拉巴提，就是瑜伽呼吸法的一种。鼻子吸气，鼻子吐气，再一个吸，吐，吐气之后开始做卡巴拉巴提，用你横膈膜的力量，把肚子往内收，去把气从肺里面挤出来。专注在吐气上，吸气只是吐气之间一个被动的动作而已。专注用横膈膜的力量把气挤出来，吐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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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总共做60个卡巴拉巴提。60个卡帕拉巴提之后，深深的做一个深呼吸，再做一个吸气，然后把鼻子、嘴巴都捏起来，在嘴巴里面鼓一大口气，让这口气很满很胀，让你的耳朵是有压力的感觉，有在做平压的感觉。如果嘴巴会不小心漏气，或是觉得压力不够，把一只手指头轻轻地压在你的嘴唇上，让你嘴巴里面跟鼻腔里的压力更大，让你整个耳朵是有打开来的感觉，维持住这个 constant pressure。 我们在这边停留30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休息。